大家，首先这是一支 Picoting 22。那当提到 Picoting 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什么呢？之前在我们介绍的时候，可能笼统的会讲 Picoting 呢是作为爱马仕包包的入门款。那一般来说是从价格这方面来讲，但是当我们在说它是入门款的时候，好像剥夺了它作为一只爱马仕包包在日常出行使用它时候的这种重要性。那像 BKC 这三个爱马仕重量级的包款，我知道的，我的客人里面也会有，比如说完全不用康康包的，他可能用 Birkin 用 Kelly， 但是就是不用康康包，怎么搭配都觉得不是他自己。但是呢，我知道的还是会有很多客人平时用 Birkin 用 Kelly 甚至用 Constance， 但是呢他们都还是保有一两只 Picoting。 尤其是近两年啊，这个颜色变化比较多的时候，新色放在 Picoting 上呈现非常好的时候，让大家又把目光聚焦到了 Picoting 上。今天呢看盒子就知道了，不是一个小的 Picoting， 今天是一只22厘米的Picoting， 它的颜色是今年非常火爆的奶油白填充，然后是蛮大的一只，不是我们印象中小小的很精致的那只啊，奶油白，哇，真的是我应该是第一次看到奶油白在这个 TC 皮上的呈现。我有看过像在小拖鞋上面 Epson 皮上面的呈现，也有看过Milo 小羊皮是一只小马。那在 TC 皮上感觉很像不管是客人也好还是这个业内人士也好，把它叫做什么仙女包，非常非常仙儿的一个颜色，真的是。然后内拼了这个有点像小鸡黄啊，内里的这个麂皮呢，内里的麂皮看起来好温暖。然后里面会有这个钥匙锁，Picoting 呢会有三种我们比较熟悉的尺寸，其实也会有很多好像没有那么熟悉的尺寸。比如说我知道的有14厘米的版本，然后呢有30厘米的版本。那30厘米呢更接近于男生来使用，作为一个像僧侣包那样的一个非常非常洒脱的一个包包啊。那14厘米它就是为了精致而精致了，可能是做给小朋友用的，给小朋友的礼物。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18厘米也是比较精致了啊，日常我们随时拿出去放上钥匙啊卡包啊之类的，也可以承载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任务啊。那22厘米呢可能搭配身高相对高挑一些的女生或者男生啊，不要性别歧视，尤其是男生可以选择26厘米的啊，找到合适自己的颜色选择来用的话，我觉得也会比较出彩。这只是一只全新的包包，看它的包型存放和运输的过程都给它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支撑，那它的包型就能一直保持得很好。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用这样的包型，也有可能呢给它用成这样的包型，有一只锁在这儿坠下来，从上面来看呈现一个风车的造型。奶油白反而没有什么气味啊。这只包包主要采用了 TC 皮，那在这个手柄内侧这个位置用的是 Swift 皮。不同的颜色在 Swift 皮和这个 TC 皮上的呈现往往是不一样的。这个 TC 皮上面用了奶油白的话，真的是觉得让人还蛮喜欢的，真的是蛮喜欢的。因为它的这个颗粒感并不像大家平时所感觉到的，好像因为它的深色的原因，它的纹路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清晰。在这个浅色上呢，因为颜色是浅的，那阴影部分呢就会给它做一些点缀，还是漂亮的啊。最近有点懒，攒了一些包包都没有拍照，当我们把它再拍照然后再看一些细节图或者是放大图的时候，大家再来感受它皮革的魅力，好不好？那我继续完成我的工作。
好吧，好吧，我们明天见，拜拜。